哦，那个什么七几年制的啊，要帮我台湾国，哦，台语翻译成国语啦，什么意思？春天看你不新意，新秀青翠秀曲衣，台湾国。春天看你不新意，新秀青翠秀曲衣。就是停歇在树枝上，我会觉得它像蝴蝶这样。新秀啊，那像那个蝴蝶啊，伊秀咧，很滴好。热天日头赤炎炎，日头夏天日头太阳非常的炎热。春开秋骨替阮遮，春开打开双手替阮遮，帮我挡太阳。山药公连烟薄，山药公对芒果公哈，芒果眼，龙薄龙眼薄哈，卡盘照阮坐，卡盘关键字，脚卡盘，脚底不是脚底，卡盘脚掌比较接近哈，那个神拜。卡博台湾国怎么办？卡博那用国语算讲脚掌吗？脚底两只国语。哇！那啊那变阿欢哈？我就对于讲你讲诶，卡博，我感觉讲是脚掌。脚掌嘛哈，卡博就阮坐，就是你的脚掌让我坐好，辛苦就阮背。身体就好，头髪给阮做鬼类，头发让我们当倒也是这样的意思。那所以就把树拟人化。那棵树的那个树根真是特别，也几崩几崩吼，都是足鲜血的。现在不是人家原木啊，几只地几地哇？好啊，它那个就是它那个树根不是板根，不是直的，也不是一片，它就是。隆起来这样一坨，然后它的高度刚好是我们小腿的高度，坐上去非常刚刚好。好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是大路一直走，看到那个金波寮左转，然后第一条小路右转的左手边，就是他们的那个里民服务处活动中心，然后就在那个房子的旁边，就是那一棵一百很多岁的酸亚公，它的直径有100公分。它的高度有21公尺。你刚才那里住哈，标准规格几楼是几球？几公尺？三，所以它是7楼高的一棵山呀。会生无？没啊！我有问过那边的居民，我讲阿姐长刚会生，伊讲没啊，伊讲前几档下都拢未生啊。好，那所以啊，刚刚讲到春天嘛，啊，再来热天嘛。所以过来就爱讲秋天嘛吼，秋风行过厝顶尾，听你凄凄楚楚在讲心内话。降霜落雪免惊吓，冬节过了日照定。有没有还要翻的？我自己翻比较快哈，时间的关系。秋风行过厝顶尾，好，秋风经过我的屋顶，好，听你凄凄楚楚在讲心内话，这应该了解，好。降霜落雪免惊吓，秋天会有霜，冬天会有雪，你都不用怕。只要过了夜最长的冬至，太阳依旧会照耀在你的庭园。好，降霜落雪免惊吓，冬至过了日照定。啊，再又是副歌，虽然讲林荫薄，卡房子温在辛苦接温被，头帐好温做鬼嘞。好，那我说过，我今天本来带乌克丽丽来，好，但是被那个高希给他弄结束，那所以我就清唱哈。他是有伴唱带，但是我一直觉得清唱他没有一些辅助的伴奏，你对歌词会听得比较清楚。好，春天看你不新意，新秀青翠秀秋枝。热天日头赤炎炎，
春花照过替阮遮，山野光零零步，脚伴照阮坐，身躯照阮爬，头鬃予阮做过礼。秋风行过厝顶尾，听你凄凄楚楚地讲心内话。冬霜落雪免惊吓，啊，冬节过了日照定。山野光零零步，脚伴照阮坐，身躯照阮爬。头鬃予阮做过礼，山野光零零步，脚伴照阮坐，身躯照阮